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、ようこそもみじ茶屋へ。今日はゆっくり日本の食事を楽しんでいってください。是一个全台湾都瞩目的一个商场，所以我们也借由这样子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希望从台中开始先得到消费者的认同，然后进而再扩展到台湾其他城市。我们这家店的特色，其实我们是一个和风的一个 dining cafe， 就是从正餐像这边的定食，到下午茶、日式的甜点，到饮品是一应俱全，所以等于说从中午午餐到晚餐到下午茶，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商品可以供应给我们的顾客。台中这边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以外，我们也希望可以往像台北、新北，甚至是桃园、新竹，其实对于日式料理非常喜爱或耳熟能详、有消费力的一些商圈这样子。三井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纯正日系血统的商场，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日系的一个100%纯正血统的商场，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提供100%纯正的日式餐饮、日式商品给我们的消费者。